我错了，我不应该骗你们，我不应该骗你们，我是真人，我不应该骗你们，我是女神，我就是一个男人。对不起，请你们原谅我。平安喜乐，希望各位哦可以出门踊跃的投票。我就是一个男。旁白哥抱抱懒人包，凤梨控仇家冯雨婷是男的，直播脱口秀200,000人看他耍流氓假哭。欢迎各位来到 FM 17.8望来仙山广播电台，我为各位带来哦这个冯雨婷这个人设哦。最原始的创办人哦，创办人来自他内心最深层的怒吼。是89网红凤梨吴弘毅1月10号晚间开直播28分钟，高潮迭起，娱乐百分百纳。怕各位看不懂，先来个前情提要。懒人包，不露脸的网红冯雨婷，2023年起想遏制网络流氓文化，开始攻凤梨，连轰他私下劈腿，事后不理，爆他家有 K 他命，涉嫌吸毒。但见他没那么得意忘形了，就不追打了。今年1月8号，冯雨婷在脸书说凤梨来私讯，希望他道歉。但冯女觉得凤男这一切都是事实，有什么好对不起的？凤男就决定开直播公布一段黑道恐特性质的录音档，指控冯女粉专账号背后另有其人。我想跟你讲明的呀，我想要了解这个公司真实是我无意看无看无，伊都找着的啦。哎呀，我跟你讲，我真正唔捌因啦，啊，我只是想要知道你是不是找到人了。我真的不认识冯雨婷人设。然后后面目前正在操作的这些夫妻档，因为他们把我的账号拿走，因为创办人已经被凤梨水机工提告了，所以创办人说他的账号是被拿去使用的，他完全是不知情的。你们就是蛇鼠一窝，我从去年把老子搞到整个人身败名裂，啊！今年都开始呢，大家时间孤孤单单，大家白白查甫囝啦，双脚业就有人趴啦，卖拢秘密了后，别阿咧做一个小动作，不要都躲在背后做一些小动作。我嘛改号了，我把账号只有这个一家面家拢改掉。别好啊，忏悔！我跟你讲啦，没有原谅你的话啊，打一个放心啦。你大林伯啊，今年开始啊，二控二数啊，拢逐天大林伯去佛堂，去遐念佛，然后今年拢阿要食菜，恁娘，然后去帮助这个社会，啊无恁伯是袂放你出来。王金，哦，我家己知影，你唔信，我嘛无啊。简单来说，事情，因我真正看甲不傻傻啦。啊！恁的头脑根本就拢无好啊！你当然嘛看甲无啥啥，恁咧做代志也无经过大脑咧思考啊。唔是，阿无你卖伫讲恁，唔是阮，就是恁啊，阿无咧。我无。阿无你的手票传票，看，唔是恁。恁当初只个机关咧拢见到的，唔是恁。你也别甲恁爸生这种有诶无诶啊！我是做好生诶。恁爸是真正最后一撮乖出来，恁爸要好好做人。啊！恁无爱我好好做人。啊！我就卖好我做啦。啊！恁爸先来抬头的，咩来讲恁娘真歹势，迄个唔是我。够冷静了无？无够冷静吗？那是恁爸有咧念分的，啊！无你即马跟我安尼教我讲话哦。平安喜乐。真的怕了。太衰了，通通把你打了。他说到时候，不管他要犯伤害罪还是什么罪，他一定要处理这些夫妇。然后呢，我就跟他说，那是你们的私人恩怨，这个不关我的事情，搞不好你们到时候也是一起开庭的啊。毕竟你们是同案的，你们一直在那边要跟我争，说冯雨婷是真人，我现在就告诉你，根本没有这个人。我现在就可以告诉你，男的，男孩子，我真的是错了。
我错了，我不应该骗你们，我不应该骗你们，我是真人，我不应该骗你们，我是女生，我就是一个男的。对不起，请你们原谅我。凤梨唱作居家直播完，冯雨婷就爆料 S 男姓蔡，以保障脸书账号为业，解决客户无法登入的问题。蔡男一直怂恿他打凤梨，他并再次声明自己是货真价实的女生。三立娱乐新闻，这出戏还没结束，下回待续报道。